婉仪，你渴了吗？那边有水，去喝点水吧。不渴。哎，婉仪热不热？这边空调不好，我们去那边，那边空调好。婉仪。 困了，去那边休息吧。哎呀，我去看看别的衣服，你好好待着。化妆师，来了来了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给我补个妆！ 帮我个忙，怎么帮？帮我演场戏。像陆明宇这样自负又自卑的人。 看到我和别人在一起，他一定会。申万亿，明宇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你是不是想傍上顾彦君？明宇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对得起我吗？明宇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你说，明宇，你说，明宇。 你真的误会了，但是投资的我是为了你，明宇。为了我，你这为了我的方式真是下作。明宇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说呢，那么多大导演点名要你，得花了不少功夫吧。杨导这次电影你不用去了，季瑶比你更适合。明宇。 这电影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谢谢啊。如果你说的帮忙是这样，我一定不会帮你。陆明宇的确没有让我失望。 猜猜我脖子上的是什么？气质好，壮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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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纪瑶只是普通朋友，婉仪是知道这点的，是吗？婉仪，文杰说了，是文仪，你什么意思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是我们分手了。明明说他跟纪瑶只是朋友关系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里特别乱，我不知道。请问你身上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说是，请大家给我一点空间。 文艺，你不能走。明宇哥，纪瑶，你就作妖吧！啊，现在你满意了？ 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一定是沈婉仪，是沈婉仪那个贱人要害我们。够了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谁让你今天那么冲动的？也不知道融资的事情会不会受到影响。你还知道现在是关键时期？ 迟早要被你这个贱人害死！快他妈给我滚！沈婉仪惹到你，你拿我撒气？因为你，我被扣上了小三的帽子，我也是受害者。